主料面粉辅料葱花萝卜盐用餐人数一到两人面粉把面粉盛在容器里用手沾少许水撒在面粉上然后拌匀再沾水撒在大面粉上拌一下如此类推直到面粉全部拌成小疙瘩葱花切好备用萝卜屁股一小节刨成丝锅内入油爆香葱花放入萝卜丝炒二分钟倒入热水待水开后把面疙瘩倒进去注意用筷子搅拌否则容易粘连再次开锅后再煮几分钟放入少许盐调味即可出锅如果喜欢本视频请订阅本频道。